哎呦，恭喜你一家团圆啊！明年过年我看你是要抱孙子了，别把一边安尼，难得安尼我上欢喜啦！那无看阿勇啊？阿勇一个人闭在房间内底，唔知伫咧想啥？我看是为着小芬的代志伫咧烦恼啦。 你看，弄安尼相相对对啦，阿勇家己一个免讲嘛，郁卒。阿勇啊，我们去看看大哥好了。好啊，走。阿勇，哦，你来啊。大哥，大家都在外面，你怎么不出来跟我们聊聊呢？ 我若无爽快，我想讲，伫房间休息睏一下。我知影啦，你就是想大嫂对无？你免烦恼啦，迄个屈秀云哦，拄较安那恶斗吼，伊嘛袂去伤害伊家己小妹啊。阿亮，手较好无？好真济啊啦。 我这做大兄甲你比起来，实感觉真见笑。我敢若会用甲恁找麻烦，即边若毋是因为你，我所做的错误，都我都得到大家谅解。阿爷，过去就过去啊，莫阁讲啊，这一点仔伤命，你毋通放到心肝底呢。阿爷，失礼啦，我替我拿几个你很失礼。 咱是来要靠大兄，安尼就变做你家己会失礼啦。我本来要甲你很失礼，我嘛要甲大兄很失礼。阮阿姊自细汉吃真济苦，受真济刺激，其实伊的心肝是真善良的，伊毋是故意要害你的。我烦恼的，不是秀文无度谅解我，我是来烦恼小。 阿姊，伊的心肝真软，伊袂做你对小芬安怎啦？大娘，真的上吊啊！有几家你的上吊用好，其他的代志你莫想遐尼多啦。只要你认真去做，我相信有一天，顾秀云对你的怨恨会化解啦，大嫂嘛会等下你的身躯边。是啊，大哥，我妈还在外面等我们吃饭呢，我们快出去吧。对啦，对啦，做伙食饭啊！ 啊！来天啊，我是讲还是还没受气。我跟你讲，嘿，姜啊，快点单身哈！单身，单身，祝大家啦，新的一年大家拢快乐哈！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健康。姐，姐，姐，今天哦，真欢喜，大家这大家拢都到位。哪有啊？ 爸就还没到啊，卖公仪啦，咱食饭嘞吼，来来来来，来吃吃吃啦，吃啦，妈，不要把我爸当做外人嘛，再怎么说，还是我爸爸呀。对了，妈，不管爸爸吼，以前对你安怎，爱今嘛改变真多啊，你们给我一次机会。你无人知影我的心情。 是我爸回来了，你去开门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小心点，大家得吃饭呢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啊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等恁大家等下久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免客气，免客气啊。奇怪，你们俩，你过年，来啦，坐，到恁家，来来来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 单志勇，你给他出来！我出来看麦。什么代志？潘石，咱先外口讲好无？
单子哦，人讲欠少无咧欠过年啊。你以前欠阮公司遐个账款，你嘛应该爱提出来行啊。各位，真实个真歹势啦，我最近确实都无钱滴个。你个情况我是足了解啦，要毋过你有困难，我嘛是有困难啊。大过年还用着钱，你家家嘛休淡无啊？歹势啦，歹势啦。阮内行欠恁个钱，应该是过年前爱甲恁清啦。但是即摆都有影真困难吼，互小安一下啦吼，歹势啦。用。少年诶，咱拢过伫社会吼，有伫出力代外啦。上重要是讲信用啦。只用伊今仔若够钱通互你吼，伊也免宣布伊公司讲来破产啦。只要恁一干干，淡薄伫咧甲逼债务啦。做朋友吼是安尼，久久长长啦。你也看，但伊还阁遐尼啊少年啦。又搁遐尼有才华，无得个连干嘛搁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啊！伊若好起来时，大家嘛还搁会当配啊，那着大家安尼变个向样是要创啥？你讲了无唔对啦，阮嘛是无爱安尼做。啊，不过阮公司的员工爱发薪水，厝内面的人嘛爱过日啊。恁钱唔行，啊，阮是要安怎？老公钱唔行啦！你掂掂，我处理得。这社会事哦，你无听人讲，人讲罗马就你啊，一百空八条，讲人唔对哦，大家拢听我用巧咧。你大概对我无了解，你若这庙口这骨头你敢认得？边个？啊，边个是我本人？兄弟啊，大家互相相帮衬。小天哦，成本过年过节再处理啊，面子做给我啦哈。看来你真有站在过。好，今仔面子做好，阮过年后才过来。行，啊，歹势哦，歹势哦，哈。哎，阿姨，我安尼。无啥代志，无事无事。来，大家你们吃饭，你们吃饭。爸，你好厉害哦。没事没事，来来来，跟我吃饭吧。大家坐一会，大家坐一会，来来来。我已经派人去甲讨钱啊！我看吼，去互阿伯甲今年哦，真歹过年啊。真好，刷落来，咱再专心来对付陈志明甲美凤。嗯。美凤，你看这件代志要安怎做才好？这真简单嘛，我带人去甲阿长来了嘛。阿娘，你去你赶快，你带美凤走。贤总，你大姐要带人要阿里转，你凭啥要安尼做？你若敢啊，我来去告伊。你即摆公司要创啥？你小鼻音侪啦，我来要找些麻烦，紧啦。阿兄，这钱要得。阿兄，啊，出门在外口无钱，要来用的，得啦得。美凤，你们打算去哪里啊？还没决定。我来多少都会跟你联络啦。阿哥，甲爸妈讲，叫伊免替我烦恼。我安尼嘛是算一种磨练啦。我阿婆一定会认真打拼啦。阿明，在外口若遇到困难，一定要打电话回来。阿兄想办法甲你斗相共。阿明，你要保重。哎，我外口打了够水的呢。哦，我安尼哦，二十多年哦，唔捌讲淡出安尼过年哦。这摆哦，绝对哦，要过安尼，大家快快乐乐安尼。阿舅，阿舅，来来，你看，我这钓安尼好无？是吧？安尼好无？安尼有食无？吼，安尼好无？
你感觉好就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遐爱搭吼，无拜托的，迄内面灶台遐吼，迄米红啦、冰箱啦吼，总甲搭搭的啦。吼、哦、吼，有啦，迄我本来就讲要搭。家和万事兴啦！啊，就是我年啊，你唔安尼去啉酒咧，互看安尼，你嘛对人较好，你莫替伊讲话啦，伊袂了解我的心情。哎，阿勇啊，恁回来啊！来啊，姐。啊，医生安怎讲哈？讲有较好啊。嘿啦，但是吼、哦，暂时咧粗重的工课吼、哦，袂堪你做哦。安尼哦，安尼就爱搁静养一下哦。是啊。爸。阿勇来啊啦。爸，阿勇啊。志明甲美芳走啊。走，是安怎走？美凤花大姐带人要押走美凤，阿明就带她跑走了。啊，是走倒去？啊，因咧造神哦，雄雄讲讲，啊，一时也无决定我要去倒位啦。啊，因爱我甲你讲吼，讲叫你免烦恼啦，伊伫外口会好好打拼，好好奋斗。是咪到代志到即摆？小文啊，莫想遐济啦，我一定负责甲因带倒。叫简信侠去调查，两边斗阵来，安尼比较较妥当。好啊，安尼我明仔载去办。莫明仔载，即摆随去。哦。大姊，你莫搁安尼啉烧酒啊！安尼拍歹身体呢，我免你关心啦。大姐，你顶前一个听我讲好无？我搁听你讲话吼，我会起笑啦。你走啦，定走。好，定走，我走。秀，你到底想创啥？出去啦！我是来度你。我是要来化解你心中的怨恨。你无资格，你无尽着做老母的责任，我将你的后事管教好，唔才发生这尔多代志。我知你不是一个好老母，所以我才为着要赎罪去庙里求菩萨的宽恕。你要家己骗家己啊！你想讲，你求菩萨来原谅你？我爸爸敢会当活过来？我去坐轿，这个事实怎会当改变？
也搁有我林家所受的痛苦，敢会当弥补？你已经拢得到林家一切，敢讲这算算是一种弥补了？这都无够！我唔敢，只是要讨回林家的财产而已。我要爱我林家所受的痛苦，交袂下我单子哦，安尼我才甘愿。秀姑，人生才短短几十年，你哪都安尼苦苦相待的？这就是恁陈家进入来因得来的果。秀姑，你都爱听我讲，你爱等我。世界上最可怕的是阮，阮有可能失去理智，失去人性，而且也会毁灭你家己，你知影无？无唔对，我就是要剥削伊钱，来毁灭恁陈家。你是来这么对阮？你哪无想过，有一天你嘛会进这种阴，得这种果？大姐，我不是混不中的人，我无需要听你讲这些道理。你赶出去，出去啦！我是你安怎对我，无要紧，只要会当消除你心中的怨恨，我心也甘愿。你即摆烫只脚，你站在玻璃顶头，那安尼吼，我听你讲遐道理啦。烫啊，当紧烫！希望你为着阮林家受这么大的伤害。秀芬，这是你的代志，你莫讲话。大姐，受这点伤害，可是阁会当让秀芬感冒，安尼妈妈都无算是一种伤害，知影？妈，阮大姐期限还未到，一时无法度感冒，无你先回去好无？你先莫管大姐的代志，好不好？是啦，你当都好走啊啦。就算你的脚底吼打破老血吼，我也袂原谅恁陈家啦。而且哦，人都会讲我吼做残忍的。我求你，你先走啦，好不好？求你。你要带妈妈回庙里无？我暂时先住在这。秀芬啊，我真正希望你平安无代志，菩萨会当保庇。你呀，你紧回去庙里求菩萨。求菩萨吼，保庇恁陈家无代志。出去啊！拿出去啊！大姐，玉红小姐，玉红小姐，你哪会来？这么远看到恁，我是偷走出来啦，今日这找阮的麻烦，唔知要来吃。恁早就应该安尼做啊！你都给我地址，所以我们才来找你。是的啦，雄雄公公无甲你通知。袂要紧啦，啊，车吼伫阮爸爸妈妈留落来做厝，啊，平常时就我一个人住尔。恁吼安心啊留落来，当作家己厝家快，唔通客气呢。恁赶远的路，一直真忝啊吼！来，我搀你去好困，等我来哈。
气嫌嘞。奶奶，你讲。袂啦，遮真清净，所在又阁真清气，真好呢。对啦，啊，洗身躯紧吼，就伫较过去遐，啊，我就住恁房间的对面，想代志阁老叫就好。阿娇，这多谢你的。你哪咧讲啊？你以前对我这么好，我特别给你说多谢嘞。好啦，无你休困，我先出来去哈。多谢。拜你为了我，甲恁这个袂好，你这份心意我永远记在心内，我绝对袂辜负你啊！有你讲这话，我就放心啊！我会做你的好骄傲的。以后。再来吧。苦手啊！我唔捌你啦，走啦。无啦，我有美容甲治病的消息，敢讲你无想要知啊？好，你拜。哦，你拜。苦小姐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哪有美容的消息？我自我介绍。我叫柯文平，阮某叫阿秋，相信你嘛捌哩。哦，你是阿秋伊的翁。哈哈，无唔对啦。我也老实甲恁讲，我是一个杀人犯，走路走二十外年啊，今摆才倒倒来。讲起来真是也闹鬼，身躯边拢总无钱，想到无法度，才阁倒转挖靠阮某。想讲安尼，腹肚较袂去枵着。你讲遮尔啊侪话，你是想要安怎？无啦，我只是要讲，我即逝倒倒来，阮某伊阁毋肯来接受我，迄个原因就出伫个。阮某不干了，因两个人。所以哦，我即马就不要，就是我要招恁配合来对付因。你讲这无对，我想无遐尔啊简单。你有啥物条件？你别吵，哈哈哈，做人阿三哩，哦，我只是要你讲。以后老因当家一举动啊，我会，甚至啊老陈志明的消息，我会偷偷让你知啊。是讲哦，你嘛知影讲咱人啊做人内奸啊，这风险是，万不能这代志若是让阮某甲我的查某囝知影，以后我唔知要安怎行。你是想要提钱？吴小姐，嘿嘿。他讲嘛是你较聪明，讲我这个人嘛真有内行。既然我甲摕你的钱，我得替你想办法。好，你坐我的支票啦。只要你有尴尬任何的消息，你详细甲我报告，我绝对袂让你做白。台我上盖好，来，我即马叫只学医生，我送吼，大家拢甲支持我啦，支持我来，啊，服务人员来，准备甲只学医生，我送吼，推阿妈分筋，你若有人上，感冒头痛、扁扁痛、咽喉痛、喙齿痛，抹抹足好诶。啊，注射罗皮大，你是会惯势啊你啊哈？你较早我那大型公司的总经理呢？啊，这温度啊，叫恁公司较早遐员工不着，变化。即马吼，对一碗饭无少，但是真好包，嘿，真好包。汤块无分贵贱啊，不再讲这白萝卜干，一干干嘛是不？干无去，红看到就红看到嘛。嗯，阿兄，你来安尼想啊，上好啦。
你过去加我，那公司开好好，那不是我袂晓想，今日嘛免安尼，阿庆你来哦，我就感觉真对不住你。阿娘啊，阿只白萝卜我头先来搞搞，免加免加，加一个新的，新新的新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来我来哦，来哦来哦，做点配哦，这个加进口的哈。空气开嘴，一干一清来来来来来，我就看你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啊！啥物事来啊？来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看哦，进来看，打包打包拢有在内面啦。走咯，你哪会变家呢？前几工啊，你毋是搁自信满满，讲公司拢伫你咧控制，一切都无问题。即马你讲你去走咯，安尼毋是真好笑？好啊啦，你莫再甲我消遣啦。我下遮尔啊落魄吼，一定是有人去甲我逼过啦。讲这拢无效啊啦！你紧甲我想些办法。想办法，李经理，咱当初是有拼好的哦。公司归你，不动产归我。即摆公司出代志，这是我是不爱管哦，你要跟你想办法。你这个查某，心肝实在有够凶，甲我利用煞，就甲我塞去边啊！你未免无想讲道理啊嘛？道理？你这种人，假使有讲道理，你就袂甲我合作对付单志雄。你根本就无资格教讲道理。喂，喂喂，小云，你甲李经理跋这名，安尼咁妥当？有啥物无妥当啊？伊这个人今摆就无利用伊忌惮啊，敢讲我会惊伊？后摆李经理若打电话来，你甲讲我无伫个，亲像即款人吼，我分大概落去。好，好。朱小姐，柯先生要找你。柯先生。好，朱小姐，以后叫我阿斌阿德啊，但即马看起来拢家己个人，哪着遐尔客气？柯先生，你今来是有啥物代志？哦，是安尼啦，即、這个阿勇甲阿亮。也阁有十年存在啦。听讲对今仔开始啊，要去庙口这拜路边搭，这個、消息对来讲，得看是无用。嗯，今仔赚袂少诶，不要，来来来，分作三份，来这里诶。哎呦，安尼也做袂少哦。嗯，啊，较早安尼一工分遐济啊，即马薪资差歹，有赚着就袂歹啊啦。谢谢你啊，阿亮，这是你教我阿爸，以后免分我啦。我也毋捌好好赚钱，依靠阿爸。我著甲你学咧，阿兄，你有这份心是足好个啦。啊，不过你唔著爱家己跳爸爸，爸爸唔真欢喜啊。来来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讲实在啦，伫我个手里出入个钱唔知偌济，我即卖才好甲讲，趁钱实在真辛苦。钱歹赚，你唔知哦。啊，像你较早安尼夭寿啊开哈，逐天去酒店啊，幽酒啊安尼开，啊查某叫来坐。哎，迄少爷哪呢？我是无伫拄来尔，吼，一千块。你哦，即马才知影好报销啊！哎，我即世人赚遐尼侪钱，有当时啊一笔生意一日讲起来，赚了几千万。也毋过我就是讲上有意义的一笔钱，就是我细汉的时阵陪故乡下课。我记细汉的时阵下课，我就骗阮阿爸。讲要过去读书，偷偷走去庙口乡，将赚来的钱偷偷藏在阮阿爸的垃圾里底。啊，我的时阵搁咧误会恁老爸，讲啊，这个人这么高义啊，是安怎样啊，会安尼捏西徛？啊，伊直讲吼，一届你伫路里去，互恁老母拄着，恁老母约来解啊，安尼问啊，恁老爸安尼甲你问啊，吼，你搁解安尼，这应出应接啊，互拍一下，安尼遐么死安尼？自迄摆开始，我就酒醉。大汉了，我要赚足侪钱，给阮阿爸，给阮小弟过好日子。唉，一百年已经二十多年啊，我食一天平，结果还是搁转来原点，伫咧白路边摊。哎呦，这个白路边摊有啥物唔好啦？一款费寒钱吼，较轻会条啦，啊，家己赚家己开吼，嘛较爽快，嗯，对无？
他慢搁在我转吼，那准备好过去啦。哎，头家，我叫我先。两百吼。好。嗯。这样子，我买一包粉哦，伊可袂歹势。哎，阮摕一包。对种啊。青菜啦，青菜啦。对啊。好。你的面钱袂去甲人送上来？你唔是咧算？哪有啊？我是干那甲问尔，你的老啊？嗯。来安尼啦，你一摆拢安尼。我有你，来，兄弟，无紧啦，我甲伊算就好啦。那我钱袂，我袂开恁即卖命啊！啊，你逐摆拢安尼拢来佚佗。谢谢。啊，今正两个是咧创啥？嗯，要来甲咱拼款呢？啊，顶回是阿勇叫人来拼，啊，今正是谁过来？来个看卖。来，带你进五皮包，一个五百，来哦，人家啊，来哦。这个，啊，这回都甲咱袂共款啦。哎，少年啊！啊！我拄拄啊，一只咧卖尔哈！啊！你即摆安尼是安怎？你来咧敢拼场的吗？嘿，那是公平竞争社会，你照这路毋是恁开啊？为啥物？你会使卖，阮袂使卖？是啊。我爸，伊带你去五平包啊！我爸。收工，你这回位就来啦。阮这七回啊，我本来知。唔免问啊，是我叫伊来的。你是安怎？来，带你去五平包，一个五百，来，结婚。我已经甲你回信了，你想要过来逼我？叫你。我已经给你回信了，你现在要搁安尼逼我？表弟，我敢有？我是教你学的啊！我知你小弟陈志勇摆摊的时阵，你嘛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伊啊！我今嘛安尼做，哪有啥物唔对？潇洒无啦你啊！哈！志勇，你遐咧了钱咧卖，一个卖五百，你头壳要来干拼的啦！我啥物都无啦，啊钱上介多啦，啊花伫这个钱吼，是对别人手中得来，哪有啥物唔甘？秀慧，你要逼我，要害我，拢无要紧。要不你安尼做，会害着我来接甲阮小弟，你知？这就是我的目的啊！会当害着你俊杰，甲你小弟，你心肝内就愈痛苦，安尼我就愈欢喜啊！你这个小杂货！刘龙，你我的代志已经过去啊！你个无要再想追究，谁拢安尼逼我啦？你可阿娘，你有咧假设伊咧，你要再冲动吗？秀慧，你讲。我做安怎做，才有法度消你心头的恨。只要你若有法度安尼做，我嘛有法度答应你。看你跟我真有诚意嘛？无安尼啦，你当头工吼，才学到白一日。对，我就必安尼去白一日。你若这个，我马上叫伊收档，给代志准煞。你有看差不多嘞？哎呀，卖插伊！卖插伊！这若袂做你哦，咱来帮你做。只要我存心要对付你，你行到倒位，我就条件对到倒位。其实恁爸爸较早嘛捌白过小偷啊，你即马学到白的一日，我大家欢喜，哪有啥物关系？你是在讲真搞？刘通啊，不是叫你白啦？安怎？要白无？我答应你。哎呀！来，大家来看咧，大王人大王真啊，我做到白啊！来，大家看来。你这只憨狗，唔正狗。
做告别，有啥物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我甲当作是咧考验我家己。你看，我咱忍耐一下，咱毋是先开始做生意啊？好，做一下。免做啊！物件放我来等。顶内物件搁放无转来，阿婶啊，啊时间还搁早咧，咱唔买啊啦。啊，无心情通买啦。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嫂唔知你高秀云啊，叫人去咧乱啦，啊，讲叫阿勇哦，就爱做告别啦，啊，无因放伊煞啦，啊，阿勇都想讲吼，无爱遐代志，嘛爬好看咧。哎呦，迄个查某真正这样恶钱。明仔我跟你来洗车。大哥，对不起啦。没关系啊，大哥，我们第一次骑车的时候，你翘笨手笨脚的。对啊，熊哥，一回生二回熟，过两天你就会骑得很溜了。是啊。哥，你以前都是开名车给人家洗，现在却要帮人家洗车，会不会觉得心里怪怪的？老实说，刚开始心里是有一点的。想到以前开名车耍派头，那些钱都是不择手段得来的。现在凭自己的双手赚钱，虽然苦了一点，但是内心蛮有充实感的。大哥。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耶！对啊，你变得好平凡，好亲切哦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俩辛苦一整天，你们先休息吧。我这步洗好之后，帮你们那步打蜡啊。不用了，我们又不累。我也是啊，像我这种身材啊，就需要运动了。洗车是个最好的方法。是啊，走，打蜡去，打蜡。怎么来了？今仔无代志啊，我爸来给你看看。哎，志勇啊，咱习惯了没啊？会啦。妹妹。嗯。爸爸今仔心情袂歹，想讲要接咱去洗街。好啊，可是我车子还没洗完呢，晚一点好不好？哎呀，妹妹，我来洗就好了，陪你爸爸去吧。啊。去啦！难道阿兵需要你陪他出去走走啊？这里有刚刚熊哥就够啦。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哇，好漂亮！我的水查某囝，什么衫穿的拢嘛就是。我要倒一卡清楚，事先见你头啊，当作是爸爸保证你结婚的礼物。啊，爸，真的要买呀、啊？嗯。对啦，你顺便替我订一条较水的，我要送你妈妈。哦。是讲，我拢唔在一起。爸，哪有女生不喜欢珠宝了？我想妈一定会喜欢的。不过。这是你血汗钱，我替你舍不得。哎呀，汗钱哦，本来就是要用的呀。无讲遐钱，当恁母仔囝身上，比什么佫较有价值。爸爸哦，袂参像志扬哦，较早安尼啦。伊敢为着钱，身躯边哦拢总无半个钱啦。我真不懂，妈为什么对你那么反感呢、啊？你那么慈祥，那么好，就算你以前做错事情，也不能怪你啊。年轻人做事总是比较冲动嘛，更何况你已经改过向上，他们不应该要排斥你的。这个不能怪他们，想叫我较早点做一挂歹代志，实在讲我嘛无资格哦，等来求因来原谅我。爸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都觉得你是个好人，是我的好爸爸。美莲啊，我做了解恁爸爸诶，伊这个人吼、哦，要利用你的时阵，什么花言巧语、好听话拢讲会出来，你知影不？妈，我求你别再说爸的坏话了嘛！再怎么说，他是我爸爸耶，他不会害我的。我安怎讲吼？这物件，你把我摕转去啦，我来手机。妈，啊，你是要听话的不？我不要。这是爸送给我的结婚礼物，我要留下来啊！妈，妈，免叫我啦，你无要听我的话哦，你会后悔。不管怎么说，爸就算做错什么事情，你也不该在我面前做他的不是啊。我感觉你跟你爸爸是流氓少，你本来就是这款人嘛。你根本就对他有偏见嘛！爸爸这么好，你赚了钱就想到我们母女，在家里还帮忙做家事，哎，他这么做，还不是希望能够弥补以前的过错？可是你根本不给他机会，你一直排斥他，难怪他误会你跟阿永北。你得共享，难道不是吗？爸受那么多委屈，那么多不公平的待遇，身为人家的丈夫，他会怎么想？他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你要怀疑妈妈，我没这么说，我只按常理判断。